基本上就是我们准备开始泡泡，现在是2:55。那我们本来说是，本来是大礼包对不对？大礼包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我们 Comtas 本来说的就是排队 Comtas 台北排队前5个人会有神秘的我们品牌大礼包，但是我觉得因为呢，那我觉得应该要同样有同样的感觉，所以昨天连夜换的现金啊，等等。这个是现金，那我们就是给排队的前几名呢，前三名一人1000块钱，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那什么。但你觉得后面两个人会不会觉得有点，就是他后悔没来，然后所以就会有一点，可能会有点生气。但是这个属于就随机的，我们没有讲好。但我想说，大家都因为刚刚看他们好像说9点钟来，早上9点钟，但我们3点钟开始，所以就很感谢大家支持。然后给大家 check 一下。这边是我们所有单品，从这季的东西，然后每一个单品都只有3到5件，所以希望这次能都在台湾都能给它卖掉。然后因为这次也没有是一个主要是赚钱的感觉，就是关税啊、差旅费乱七八糟都是很高，所以主要就是想说来线下给大家来一个见面的感觉。那我们准备一下，可以开始活动。开始。OK， 我们可以可以开始，先放音乐。OK。那本来想说，本来讲好的是，你们是 Instagram 看到对不对？对。然后，前5个是有礼包的嘛？那我们先这样，我们是要给大家惊喜，有给现金嘛？所以因为不想说到每个城市，想说要就不要区别对待，所以就是来这边一样是有现金。那我们前3名有一人是1000台币的一个现金的一个。就直接就 cash 啊，就是比较 cash， 跟大家明白 cash， 对，所以就是第一名9点钟来了，对不对？这超厉害，对谢谢啊，拍好开始哦。第二名，谢谢，开始。第三名 ，OK， 然后我进去拿礼包，然后给你们，然后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活动。然后后面的朋友，对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了，因为我没想到在台北会有这么多人来我们快闪店，所以就。对，就是我不想讲那种没人，你知道吗？就开始就好了。我先给他拿那个礼品。随机的。随机好了，那个尺码可能不一定是准的哈，但是就是来，就是精心挑的。谢谢。早餐没吃完呢。谢谢。OK，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，那我们就两个，我看两个放好了。好，大家耐心一下，然后里面东西都很多，大家基本能想买的都能买到，好吧？好。现金准备好了啊、哦？有。现金哈。OK， 开始。OK，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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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贵，要不贵啊，肯定贵。啊，我这个到时候放我办公室里面，多。哎，会掉啊？那先衣服了，先衣服了。单独。1、2、3。那我就先在这个 logo 上。好啊。先就会有一些。会，因为。还是你要在后面办，可以啊。自己办。把这个送给我。1、2、3，谢谢，我这个很有意义。我知道，我觉得你很喜欢。我喜欢，帅，因为它的两边是。对，它是这样的分解。我从侧面看过去，它看不到。对，另外一边真的很屌的。你光照下去也是。很屌，谢谢。对，这带回去吧。带回去。我觉得是顺风回去。这样，继续。谢谢。老板。大约
大家知道小猪是我好兄弟，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独家的内容，给大家看一下他对于他这次鞋展的排版，然后有什么东西，然后他对于这些球鞋的态度，包括他这次展览有上千万的鞋子，就是球鞋哦，就球鞋这个东西哦，整个这鞋子的价值就上千万，基本上市面上所有博物馆级别的球鞋哦，全部他都有。哎，你去看看，人超级多。但是我的关系应该是 OK 的，那就够。认识中文，你懂繁体怎么念？我其实有点，哎，现在懂了啊，看懂啊，哎，我现在是很屌的。你这个寓意就是，就是很多喜欢球鞋的玩家，嗯，当他拥有它的时候，他可能只会放在家里面的某一处，然后舍不得穿。对，而舍不得穿呢，你就静静欣赏，你就过来，然后开始绕这个。展场的时候，到最后你就会看到这个，对，很真实的，就是你只摆着不穿，它的寿命就会更短。然后这是我真实的感受，嗯，才会借由这次的鞋展，希望大家可以球鞋要多穿。对对对，因为你看这个好，我听说是某次，对，在拍 MV 的时候，然后就突然间开口笑了，对对对，就觉得哎很可惜，但没有穿，但至少他有陪我走过人生的一段旅途，对，很有意义。很有意义的，对对对，哎，那个就是大家认知内的两个系列，就是最厉害的一套，对两套，对对对 对，哪个你觉得有哪个有故事？这前两天刚刚看你这个精武门有穿精武门穿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早期他为什么我总是会拿这双来跟大家做分享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得到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，嗯，一直在巴黎，一直在 LA， 哦，这双鞋在当时发表的时候。主持人还是谁，他们在 台上一直一直丢，哦，这样丢了几次我不知道，okay。 但是后来我就是得知这个消息，我透过所有的管道朋友，嗯，帮，嗯，我去找到一双，嗯，但先找到这只、哦，再拼这只，然后再花多久时间忘了，嗯，然后就找到这一只在 LA， 对对对 对，在一家球鞋店的入口的中心，放在一个透明柜里面， OK， 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，你帮我问老板他们卖，嗯，然后他当时卖我40,000台币。那他的记忆，我很想跑去问他说会不会后悔，一定后悔。所以我当时是用10万块去收这双鞋，可是，在当那个时候的10万块，别人会觉得说你干嘛花10万块买一双球鞋？对，因为当时那个钱不得了，对不对？那别人就觉得哎，干嘛会花这个钱去买？可是你想，现在20年后，它的价值200了。300万台币，哦，拍卖速度比，对，夸张，啊。然后他陪我走过很多的舞台，对，我刚看，对，跳过金武门，然后上次的台东的音乐节我也穿他表演，你们一定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新这么干净，第一怎么还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就运气好，就是你肯定有擦，你回家你肯定你这么爱惜这个地方，不是，就是回家就是哎会塞这个纸啊，保持那个形状，对，那么就是把那个折痕对再都去掉，对，就去掉，哦，OK， 那鞋底还是有那个感觉，哇，这很新啊，很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看不出你有去穿表演过，有，我曾经还有包括我，就跟蔡依林走那个金曲奖，嗯，星光大道，我就穿了这双，哇，炸了炸了炸了 ，OK， 那龙虾有没有哪一个觉得自己就是龙虾，当然是黄龙虾是。哇，你自己就不舍得拿了。对啊，黄龙虾可以，二舍得哦。黄龙虾，我个人但是觉得它是配色来说我很喜欢，而且是慢慢的打动我的心。对，对不对？那其他颜色大家可能常看到就是橘啊、橘、紫啊，最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接受，比较对，比较适售版本。对，但你要真的要收集到7只龙虾，对你会不会唤起神龙？是神虾，神虾，神虾，但人不要虾就好。对对对，人不要虾。OK， 那这边其实就是主人平时穿的一些，平时穿的都是很经典的，可能大家在一些球鞋的展场或者是平台都比较容易看得到。对，然后它可以创造出很多这双鞋跟那个人的回忆。一定。然后他可以透过这个鞋，然后跟别人去分享说他当时拥有它的时候。哎，这个就是怎么了？千万不要跟朋友去喝酒的时候穿这双鞋。你看，全部，哎，好险！这样的配色，
这你有还有两双啊？我想说，你有肯定会有胡说，你有两双，有两双。那我看，你看那个，那所以那个我看也有胡子，所以那也是。哎，那个就是真的，以后朋友要问你要去，就是你要朋友约你喝酒，不是他那个红酒不小心洒到我那个球鞋上。哦，你看翘二郎腿这样。没有，那个当时就是啊，那也是难过。哇，这是这个痛，这个是真的，真的痛。哇，但好险。怎么？我有两双。哇，哎，对对对，但不是这样，那个价格买的啦，当时就是，哎呀，对，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被炒的那种。因为你不卖，所以你不会很在意它这个，就是所以就是玩家和藏家的区别，因为你属于一个玩，对玩家对我来说就是说，收藏鞋的同时，他同时是在获利贩卖嘛。对，我觉得你的所有的鞋子，你看你不买两双，你不卖，代表你真的是喜欢这个鞋子。包括你看这里，我觉得所有鞋子我看都有穿过，因为你看都是这种。你穿的状态，我发现你很喜欢把这个鞋就这样往里绑一下，有些不一样。我对对对，你会我有不是每一个都一样。我有这样绑法的。啊对对对，你是一个这种绑法，然后这样看心情啊，有时候就故意拉出来。像我这个樱桃，我也是故意拉出来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故意这样子，就看今天的状态时间。对对对对，啊，算了，这样搞一下，然后这边就是比较哎，但不会很屌了。你这个都断掉了，屌了吧？哇，这个想去本的，想去救他。哇，想去救他，怎么说？喂，没办法，那个只能去看看有没有办法救咯。OK， 我把你放下来。就是太少穿它，这双说明可能对常穿应该就比较可以穿久一点。不过这个是通病，这个是没办法，它的可以救材料。不要，可以救，可以救的吗？可以救。赞。其实有很多的细节，比方说你可以一面墙可以看到七只龙虾跟四大城市。嗯。然后这边就是男人最梦想的鞋墙，对，可以让很多的男生可以在这面墙里面拍照，对。然后很多的经典的球鞋，大家可能也拥有，也常看到。但这一边就是很多的亲友的，嗯，然后特色性的，嗯，然后跟精品品牌联名的 ，OK。所以这些东西就故意放在这里。哪一双你觉得比自己比较最喜欢哪一双？最喜欢哪一双？当然它是最有话题性的档的，对对，他把三百双嘛，他把所有的经典的配色全部集合在一双鞋，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的特别。哎，它配的很好看，我觉得它好看的好看，它颜色。但我就好奇的另外一个我的档，为什么那一双就没有被炒起来？我就觉得，因为觉得是不是配的不是这么好看，跟这个比，跟他比。可是你要想啊，如果今天我是喜欢球鞋的人，我没有拥有到这双，嗯，我就会去炒这双，对。对，你不觉得？但他就在球鞋的世界里面，他没有被炒到那个价格，有点觉得哎奇怪。有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当时他这个东西出的时候，那个时期不是很好的时期了，是也不是那种很火的那个时候了。对，所以他可能炒价没有那么厉害。哇，这双我也想说，这双真的是当时我很小的时候，哎，也不能说，就是这个时候，这什么时候出的？应该很小。哇，这一二。没有晚，一五左右，哎，我忘了，差不多一几年嘛，对，一五，就才是我当时上高中，当时就哇，一个奢侈品，就是我感觉一个精品对我的冲击力是这个，就是他们把神料一个这么大的牌印在一个运动鞋上，对，还做得很好看，当时很火的 MD， 对，然后火，对你当时上节目都穿 MD， 我都看，哎，是，有几双，这个有几双。这边系列还有这边它系列的，不是，你不是每双鞋都有两双，这个一双啊。这个是，那其实有很多的，比方说在喜欢收藏球鞋的人会觉得现在的 SB， 它的是低谷，但低谷期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。怎么说？因为任何的低谷都是期待下一次的高峰啊，真的。对啊，因为它没有低谷，它怎么有机会？对对，你没有，对你没有提过。那你现在趁它现在低迷，反而大家会更讨论度。还更多，对对对，为什么当个现在会变得没有像以前这么火爆什么的？当这个讨论度越来越多人在讨论的时候，他期待的高峰就准备要开始。高兴我今天能看到你的鞋展，我真的那也很荣幸，就是你从多伦多这样飞过来，从上海，开心，刚办完自己的那个快闪，对，然后又到台北，哎，办的快闪，恭喜，谢谢，有看有追踪我，没掉，厉害，谢谢。那个粉丝遍布啊，世界各地，太可以了，谢谢。厉害！但感谢你今天赏脸。我觉得好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，而且可以把这些收藏可以跟喜爱球鞋的朋友们一起
可以讨论、嗯、然后那个感觉会觉得那个共鸣线是达到同一条线的过程当中，我会觉得很兴奋。对对对对，而且又是我第三次办的鞋展，嗯，然后这个意义也非常的不同，原因是因为明年也是我接触球鞋的30周年，嗯，也是我入行这个圈子30周年，出道30周年，对，30周年、哦，所以这个感觉就会觉得特别有意义嘛。对对对，我本来不想办，我是认识很多的鞋友，嗯，敲完就叫你办，叫我办。但是我第二次办鞋展的时候是在上海，哦，然后收完鞋子回到家，发现两双鞋不见了。所以我就会觉得，哎，我有这个阴影存在嘛，就、嗯、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再办？要办一个、嗯、啊！但现在办这边，我监视器装了蛮多台的，我发现了，对对对，就我也不见得。觉得这个鞋展弄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艺人里面罗志祥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了吧？你们觉得评论区跟我讲？